泰路巴士小车库，这是什么玩具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可以变形的玩具。哇，好像是我们喜欢的小马哦。我们来给它变一变。这里呢是尾巴，真的是小马哦。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对，它就是小马宝莉里的珍奇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其他小伙伴吧。粉色的，哇，头发卷卷的，很是漂亮。它又叫什么名字呢？对，它就是碧琪。碧琪，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小伙伴，给它变一变，尾巴在哪里呢？还有翅膀。他是谁呀？他是紫月。再来看一看最后一位小马宝莉是谁呀？哇，头发好像是七彩的，尾巴呢也一样。哇，他是谁呢？他是我们最熟悉的小马云宝。我们来看看泰路车是八，泰路八是车库里面来了谁呢？有珍奇、云宝、碧琪和紫月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